粉条其实还是好吃的，但是你吃的慢就不行，它就全糊锅里了，然后越煮越咸，加了汤好多了，这里面鸡都不行了，是吧？还要加吗？刚才加了很多了，要不然都干了。好玩吗？欢迎悠然天成哥哥。新手教学过了吗？讲一讲，给人家教。今天开门就是我们家的小狗。前方能量太大坏了，这是正常现象啊，原来你被撞死了，我还以为你的滑板为什么坏了呢。我刚才给你不吃那一块比这个好吃多了，是正常现象。老你给的就吃，我给的不吃。老你给的就吃吧，哎呀，老你给他我这不不行，这个鸭鸡脖，这不是要吃啃的吗？这啃，现在加的那个汤好像不行了，我觉得味道刚刚好。歪心老六还会，哎呀，这个歪心老六真难打，一不注意就会把人打死。哎，三天只唠叨吃那一次大块大块的肉。最有劲的地方，牛皮哥，你最有劲的地方，关键是你说吧。那个细的给我来一点，我要点点细的，好久没点了，几个月没点细的。他要死了，要死了！这怎么那么卡呀？这里怎么那么卡？我玩个游戏还显示离了。能玩都不错了，还卡，还嫌弃人家卡。这里坐那冷不冷啊？我觉得我今天坐这里都不暖和，以前那里是最暖和的。这是卡。这台都是冰的，以前这个台都热的。以前这个台都热，以前是那种水泥的嘛。是这一种，但是就是这个房间大，它是两个锅的。那今天来都没位置，也不能我们选呢。我们俩要不要补一下？总比坐那个大厅好。他妈有一那一回来坐那个大厅，吵死了。大厅坐。暖和人多呀，吵啊。大厅。招招人看不见了，对面人都看不见了，那个气势出来。我还有物品放哪？喝啤酒太冷了，我的妈！你们喝可乐不冷呐？啊？欢迎耍帅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们两个来。这卖的怪的。不要着急，土豆都是你的，我也是，土豆都是你的。要干嘛？上厕所？你不带他去，三天带他去啊？冷，冷，我知道。那三天给他擦屁股吗？不擦。不擦。那不会不舒服吗？他们小孩子没有，每次要被我妈在屁股。那我他妈会是湿的呀，还会滴上去啊？在学校里上厕所，他都不擦的。还是要教他擦一下。对啊，我要教他自己擦。那要不然不舒服。欢迎猪头肉。那你下午想吃吗？也还没有纸巾，你也不知道家。忘记了。开始擦的。对呀、啊。那哪记得？那时候还要初中以后，那个女孩子才知道要钱。不记得了。你记得我小时候上小学的。现在都进步了呀，时代在进步呀。小时候还是用那种书本。还拿抽。那没有啊，我小时候都纸巾呢，哪会用书本擦嘞？感谢王哥哥的呵呵，王哥哥你来了，新年快乐，王哥哥。感谢王哥哥的小画家，给我王哥哥出货。给我王哥哥，今天好难出啊！我今天连个卡都没点出来，好难出。感谢王哥哥。咱们吃完饭去放烟花啊。要不然就开裆裤。开特勤，那我小学。这在沛县，王哥哥这在沛县。在公司。超好，来嘛。摔了，刚才下车他问我，他说麦麦他们今天睡我们家吗？我说睡我们家冻死了，被子都没有。我说又不是夏天，随便往沙发上一睡，搞个
站着就行了，是吧？还是要一个暖气的。锅边一块贴的饼，这是地锅鸡，地锅鸡旁边都会贴一圈饼。他们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饼，像我就不爱吃。他们来我这边冷，他们在家里太暖和了，得来这小孩都还冷。在家有暖气，有地暖。哎，我门没关好，好冷呢。那就过完年早点来。哎，没事，他要回去弄头发。你要回去吗？他每次都回去弄。还早的话是那个。我还以为是土豆片，不是地锅鸡哈。东北像北方这边都应该都知道，地锅鸡旁边贴一圈，锅旁边贴一圈饼。这个跟东北乱炖差不多吧。再来。冬天吃这个暖和，夏天像这种店就关门了，他就不做生意了，就做冬天。感谢雷哥的荧光棒，哥哥们点几首嘞？二星过一过嘞，哥哥们。二星还没过嘞，哥哥们。今天好黑，今天贼蓝。昨天都黑。今天也黑。这两天都黑，前几天太白了，前天妈一三点就出来了，一三点就出那个三个黑熊，都出了几个人了，每个人都出了一个，马上元旦一个。感谢二厂七组的鱼丸，咱们把二星点一点过一过。见了我有钥匙，来来来，我们看谁能活最后好吧。我这个不好弄。哎呦，肯定有我们时间久。也太热了，耳机啊，看不到啊。我以为带着那个监督呢。哎呀，我没有了。还有啊，死了吧？还是我的顶级生法。不是我的，你看你连接他不带一个天吗？吃这个有点吃不完，刚才吃了已经吃了一波烧烤了。所以一个天都故意。怎么感觉三天又白了？他本来也不黑呀、啊，他本来就白。他本来就很白，他们一家都白，他们一家都没有黑的。我感觉我变白了一点。我这开了美白的还，但是他们本身就白，他们一家都很白。真白，我比较白。老李以前白是来到这边晒黑了。我接触妈妈晒。烧烤吃的差不多，看到没？烧烤吃的差不多。欢迎313。我不吃了，你吃一串，我吃两串，够不够？你应该能看到我。我们之前去了两家那个吃海鲜的地方，都没开门，都关门了。现在找吃饭的地方不好找，都关门了。哎，你点那个房子，你点那个红烧。对，时间真的。冲击很大的。人家说开了都没生意，开了干啥？都没人来。帅韩红。网络那边，也对。你等我，我都走了。可恶！没事，你等一下。你中间堆的这是啥呀？要不我和你一样，你人气怎么样？行吗？我比你怪。不是一大块一大块。不，我要用你的黑化丸。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我要吃了。三连干。三二一，就开始吗？干。不要肉就行。对了吧？对了吧？反正你也不要吃。咦呀，这是鸡屁股，那鸡屁股，看着有点像，一大肥头的那个肥肉。再来，我用黑杰克，你用白杰克，看看是黑化人厉害，还是白色杰克厉害？哎，有的人他喜欢吃那种大个肉哈，他就不喜欢吃那种。来嘛，看看是黑杰克厉害还是白杰克厉害。妈的，我要去找老板，吃粉头呀！我要去找老板。是粉头。哪里啊？告诉你，你肯定跑不过黑杰克，因为你的洗白弱10倍，所以你肯定跑不过我的黑杰克。妈的，太难捞了。黑杰克捞半天捞不到好的。屌你，我就是要看广告服。嘿嘿。这个活动暖和多了。没事，我等着你。我已经跑了那么多份了。那边也冷吗？我可是老玩家。
那回温州要弄个地暖，要不要开空调？因为在家里暖和习惯了。开空调，开空调那个暖气还要排排排地呀。开空调很干，不能长时间开的。我开溜了，空调一开，摔在上面。他说他拿一下在当中我都想吐，然后再摔在睡。啊。又开了空调。嗯。他说他一下次他跟我说他想吐。我觉得开挺好的，我操，自然风吧，自然风吧。等一下，还有哥哥们，他还能不能在那个？我要去上个厕所。只开 AC 啊 ？AC 不是制冷的吗？不是 ，AC 光冷。勺子。是光冷，不是。这个鸡真的很好吃。它本来嫩的。就是发动机里面的。下门儿，他要去上厕所。AC 也可以。可能那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暖气就是发动机里面的热量，然后吹过来，所以冬天开空调是。看我滑板。他说什么？叫三天吗？看我滑板前进。那是说什么？就啊，这谁呀、啊？就你叫三天呀、啊？还不叫人？我叫范范。拿错了就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。我们的朋友。我们的朋友，我找到了，小哪吒。你组这么小了？他就是他，是他。再不用找老板了，老板躲过一劫。掐指不死，你又不来，你又不来，你啥时候来呀、啊？我吗你？哦，你说你那天不在，昨天吧，昨天晚上你早睡了。雷哥说要到徐州来，哪里有房子？他问我们是一窝黑。他雷哥说你们那下雪了吗？我说前段时间下雪。天。嗯。我让你说徐。你看看黑化的可能性。让你看看黑化的可能性。啊，他是说他昨天查的那个滑雪场叫什么呀？他说有个滑雪场。我说上次我们三天去那个。超商场里面有一个人做的滑雪场，还有室外的，那是室外的人工之水，在哪儿？在那个徐州里面，两个方向，是不是这个什么贾什么贾旺？贾旺，一个是大景山，一个是都公山，滑雪好贵呀、啊。哎，对，因为今天他妈的说一百多两个人，一百多两个，你要租装备啊？为什么徐州一锅这么大一锅？人实在，知道吧？人实在。妈的，我真多的。天，五里还是比我多吗？四斤鸡肉。哎，日日来了，日日。晚上好，这谁给我弄了这么多啊？哦，这个鸡翅终于找到了。找到了。我的妈呀，这找的太不容易了，这个鸡翅。就一只。一只鸡几斤啊？四斤。四斤的鸡。四斤的，点了一只都吃不完嘞。我这个锅从来没有人，就是我来这里，不管是带这里的人，还是带三爹，还是带谁来吃，这个锅从来没有吃完过。反正你也跑不过。我很佩服能吃完的人。这么大的一锅，然后吃这个之前他们还吃了烧烤，能吃到这个分量都不错。不管是四个人来吃，还是六个人来吃，还是八个人来吃，还是十个人来吃，这一锅都没吃完过，真是。那是我没去，你来，来我请你吃这个，等下冬天吃啊，夏天没有。等下冬天来。你就说，如果一个外地开始放烟花了，如果说一个外地的到。徐州来吗？徐州有吗？那可多了，你们那些人。雷哥说他要来玩，问我什么有什么玩的，我都没啥玩的。他说他想看雪，我说看雪去东北呀、啊。对啊。这边也没有雪，什么雪看？他东北没熟人。他东北没熟人。我也想去东北。我想去暖和的地方，我太怕冷了。你现在这个体格去了，非要不然你找谁玩？你来这里你不找我们玩，你找谁玩？真是的。我在家关了，前两天一出门就下雪，我一起
对我出门一吹风就比你。感谢日日的荧光棒。还有给你点时间的大鹅，看你吃的吗？本来点个大鹅的，一看最小的八斤。大鹅最小的八斤，咱吃不了。铁锅炖大鹅。八斤得要几个人吃的？你十个人也吃不了。因为我们，我肯定走马鞍。来这里吃过鸡、排骨。羊肉。羊肉就是没吃过大鹅，太大了。那除非人很多，真的。鱼也没吃过。哎，鱼也没吃过，没来这里就没吃过鱼。铁锅多大鹅啊，东北菜。铁锅炖大鹅，炖大鹅，它那个鹅最小的就有八九斤，太大了。我发现李叔一口菜五口水，难怪吃不完。他又不吃鸡，他只吃土豆，拿纸擦，拿纸。拿纸一口菜还是花生米？一口菜还是花生米？他只吃土豆，然后还有这个饼，他不吃鸡。欢迎君小雨，欢迎幸福难忘。我吃里面的配菜。没免不吃鸡的。来干，自己喝啥呀？干。欢迎雷哥。他不吃还有为啥呀？他不吃。鸡鸭鱼他都不吃。没免不吃鸡的。现在好一点了，没那个酒没刚才凉了，刚才真他妈凉。雷哥，你用广东话喝的红乐还是喝的可乐？他们可乐，感谢哇！雷哥出卡了，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卡，他妈点不出来呀卡！感谢雷哥的卡，感谢雷哥的同心卡。雷哥，我很想问你们广东人唱那个难念的经，能唱明白吗？感谢雷哥的同心卡。雷哥，我今天自己点也没点出来卡，好难出啊！还想点个山水出蒙出来的，我他妈卡都出不来。其实这锅也吃的差不多，就是那个大坨的肉都没人吃那大坨肉。什么？他说你广东人唱得清楚那个难忘的经吗？哦，难念的经，一首歌。周华健的。那怎么唱不明白呢？哇！日日，我操！这个手速，我操！个狗斗鱼，我操！我操！我们一百下出两张卡，三张卡。我操你个斗鱼的！你他妈的一百多下出三张卡呀！感谢我，感谢我日的三张同心卡。我操！这个手速，你手点麻了没有？酸了没有？我说了。要不要我帮你按一下日？帮你按一下手指。操累了。这两天很黑，哆啦 A 梦哥哥非常黑，非常黑，难出卡都难得出，一百点日点了一百多下就出了三张，一百多下点了五十九块钱吧，是吧？五十多块钱就出了三张卡，点好了，哥哥们冲啊！欢迎二厂清水，点好了冲！感谢雷哥的小画家，好出了一张，来个山水初逢二叉一。点过去了，感谢我雷哥的两年级同心卡。感谢雷哥。比日日要白一点，比日日稍微白一点。感谢我雷哥，感谢我日日，来。